抢先带你关心新闻焦点。传出梵蒂冈派代表团府中要让两位教廷认可的合法主教让位给中共选出的主教，是否波及台湾邦交？台湾外交部表示将密切关注。今天一月二十四号是第八届受迫害律师日，台湾人权团体呼吁全球警觉中共等专制力量正输出到全世界。美国副总统彭斯造访以色列哭墙，追悼被纳粹大屠杀的受难者。台湾去年 IPO 加速创下五年来新低，勤业重信分析台湾资本市场仍具优势。更详细新闻内容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八点新闻。